各位大家好，今天录这 video 是要教各位讲看时间表，还有讲看讲排时间表。OK， 首先我先 for 那些还连他们自己科目是什么 code 都不知道的人，我会教你们讲看。首先你们先 login 你们的 SMAT，login 进去过后，你就来到 graduation 这边，然后你看 graduation OD checklist 这个，然后你就看 program， 你找这 program， 你就看到这个是你的 code， 然后再转下去一点。你就会看到这些是你 Sem 1需要拿的科目，还有你的这些 course 的那些 code 它的代号。 OK 知道这些代号过后，我等一下我会发这个 website 在群组，我会给你们你们就可以从这里就可以开始找。比如刚才我跟你讲了，我是 BEV， OK， 你就转下去就找，从这里这整边你就可以这里这 part 你就开始找我是 FKEEBEB 嘛，你就看 FKEEBEB， OK 它就有很多嘛，这里 OK 你就选第一个，然后选 Year One Sem One， 你注意看后面 Year One Sem One， 大家是 Year One Sem One 嘛，按进去，然后过后你就可以看到这里有很多个 code， OK， 就和它的 code 会和这里是一样的，和刚才在这里显示的是一样的，然后你就看这些的 code 过后。你看这些 code 了过后，你就选 section， OK， 一个 code 只需要选一个 section 就可以了，然后你就把你要的时间跟它记录起来，就可能你可以把这张纸印出来，然后把你不要的没有拿，你不要的时间给它割掉它， OK， 大致上是这样， OK， 我们再回到去之前这边， OK， 像这里， OK， 我的 sem 1我需要拿 moral， 还需要拿 nationhood， OK， 我教大家讲看。我们就回到去之前那一页，我们就找上面 open indoor， 就是 OK open 都是 open course 来的，然后 indoor 是 for 总校的学生， pago 是 for 分校的学生， OK 我就要找我咯，因为我这里写是 moral 嘛， moral 和 nationhood， OK 我就开始滑下去，我们就开始找， OK 我就找到了咯， OK 我是 open indoor 嘛，我就看 OK open indoor 的本案讲 moral， OK moral 我按进去，我就看到 OK 有这些时间，我就选其中一个时间和其中一个 section 来上就可以了。所以刚才还有这个 Kindergarten Nationhood 也是一样，我们就回去，我们转上去，我们就看到 OK 这个 Kindergarten OK 它是 UWS， OK 这是之前我就看回去咯，我的 code 是 UQU， 我就找 OK Kindergarten OK 新的都是 UQU， 你按进去你看 OK UQU 它的 code 一样了，我就选其中一个 section 来上，就把这你选的那个 section block 进你复印出来那个时间表，这样你就可以很清晰。然后我跟大家解释，刚才忘记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这个开始的时候这个是它的 code 科目的 code， 然后后面就有 K， 有些是有 K 有 A，K 是 Kulia A 是 Amali， 然后 S 是 section。section 是什么意思 ？OK， 比如一个科目，像这个可能刚刚开了很多个 section， 开到有十一，有25，有22，就证明它有很多班啊。它可能我看到最高的这个是27，S27， 所以它有27班。可是你只是要选其中一班来上就可以了。然后到后面 K 的后面这里就写的这个 B8T2， OK， 那个就是课室。OK， 后面这个就是老师。还有在这里给大家建议一下，就是你排课的时候你注意要需要看那个地方，因为现在目前是 online 上课，可是过后回到实体的时候你必须要安排到那个时间哦。如果你是顺租下去你可能会迟嘛，如果前面那个老师迟了，你就需要跟后面那个老师报备一下，也需要跟之前的老师讲哦你会迟，所以我看地点这个也是很重要。所以大致上是这样，还有什么问题的话你可以在蹲榜里面问，也可以来 PM 我，也没问题。好，谢谢大家。